Hello， 今天我们吃个毒苹果。你看这个蛋糕被我儿子拿的，就看这边吧。我直播的时候，好多姐妹说，看我好久没吃蛋糕了，想看我吃蛋糕。今天我们就安排。外面都是果酱，哎呀妈，漂亮！好，今天是芒果馅的，小姐姐给我放的芒果馅的。竟然可以吃是翻糖，喝点豆浆，拜拜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火鸡面和红烧肉。第一次这样吃，哇，
红烧肉盖饭，好久不见了红烧肉盖饭。这应该算红烧肉焖饭，然后里面是糯米饭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雪媚羊。雪大福。这个是黑芝麻吧，馅料很足。生椰拿铁。里面还有波波。抹茶的。朗姆葡萄，他家的雪大福真的是好吃。
是很大个，姐妹们。自制姚记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
你吃不吃？吃啊，谢谢妈。没有吃，妈吃你给我吃。有。有。嗯。妈要给我留一块。我留一个，没有了，等一下再给你弄一个。好，快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点仨孩子正思俩的贡菜和金针菇。牙缝这么大还塞牙，真是太不礼貌了。